我们的侧面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正面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专业好不好。啊，来看一下啊，当这个侧面的眼睛变成了下垂的时候，大家看这边的眼睛其实是这样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当这个鼻唇沟，这个鼻唇沟是出现侧面看这样的时候，你自己看的可能看到了自己这个位置，你看到自己是这个样子，看到这个位置没有？有很多人擦眼角的人哈，擦皱霜哈，怎么擦也擦不去。当时涂上去好一小夸皱纹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有个坑，你看到吗？我就画了一个坑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眼底画了坑，你这里有坑的时候，就这个地方有个坑的时候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特别容易长皱纹。那你出现坑的时候，你这边的脸其实是这样的。看到了没有？仔细看啊，你这里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，你是有坑的，看到了吗？如果你的脸这地方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，你看啊，这边脸是这样的，这边脸线条怎么表展示的？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一个印第安的，这地方会一点点拐进去，然后呢，年龄大了就会变胖一点，这里会变胖一点。有谁会在乎理想的感受？走在人生十字街头。又有谁该不向现实低头？总是要默默承受命运的无理要求，让理想开始无情。好，你的老师就这样开始的。